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广告更新时间。周一早上8:50到了 Costco， Costco 又恢复了预留半小时让 Senior 购物的时间，直到9:00才正式对外开放。10:00多出来时，室外已限制了人流。这段时间上 Costco 要留意错开购物高峰。这一周除了正常的特价，还推出了2月1日到28日的特价。这一期先介绍2月1日到7日的正常特价，接下来再介绍2月份的特价，这有利于做足功课，减少在超市的逗留时间，平平安安。我们先来看看两款没有打特价的商品，感觉它们看起来有点像快闪商品。红花果酱，售价7.99，一升装，由地中海丰富肥沃土地培育出来的无花果制成，希腊当地农民手工包装。无花果在甜度最高的时候采摘，略带香草和柠檬的味道，经过精心制作，保持天然风味，可涂在烤面包或薄脆饼干上，同样适合烧烤、烘烤、早餐，难得的健康美味食品。潘婷玫瑰洗发水套装，售价16.99。这款洗发护发套装添加了玫瑰花水精华，主打滋润，富含维生素 B5， 不含硫酸盐防腐剂，泡沫丰富细腻，深层滋养发丝，用完之后头发变得更松软，滋润细滑，光泽感也不错，特别适合头发偏塌的人士。深色衣物洗涤液，原价18.99，减7块，现价11.99。这款深色衣物洗涤液以独特的护色、固色、锁色配方，专门用于黑色、深色衣服、牛仔裤的护理，保护面料纤维和质地在洗衣过程中免于受损，还能有效去除毛球。声称洗涤30次后，深色衣服也能保持如新的样子，不褪色、不收缩、不拉伸，专为普通和高效率洗衣机设计。这桶洗涤液可洗涤99次。生姜康普茶，原价17.99，减4块，现价13.99，6瓶装。这是近年时兴的健康饮品，以茶饮料自居，却和葡萄酒一样需要加酵母酿造，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益生菌、活性酶、抗氧化剂等，有助肠道消化，还能增强免疫系统，功效类似红茶菌，味道酸甜可口，有点像果醋，始终都要冷藏。 Stubb 烧烤酱，原价8.49，减2块，现价6.49，2瓶装。看烧烤酱的包装就知道，这是有故事的烧烤酱。1968年 Stubb 在德州开了间酒吧，他热爱烧烤和 Blues， 小小的酒吧常常爆满，他调制的酱料也大受欢迎。天有不测风云，酒吧被迫关门，烧烤酱品牌也出卖了。1986年他搬到 Austin 再开酒吧，传奇的人生同样带来高人气。即使用旧 whisky 酒瓶和果酱罐包装的烧烤酱也大卖。1995年他去世后，他的子孙们将他的烧烤酱发扬光大，这款烧烤酱成了烧烤和蓝调的代名词，爱与幸福的化身，味道浓郁的烧烤酱为烤架上的食物提供甜美可口的补充。紧肤美白精华，原价89.99，减30块，现价59.99，2支装。这是全球抗衰老护肤产品中增长最快的品牌之一，高效轻盈的抗衰老精华，独有的三重科技，从内到外有效紧致肌肤，促进骨胶原合成，打断皮肤自然衰老的过程，使用后肌肤更加柔滑，脸上和下巴的皱纹明显减轻，返回到年轻的脸部轮廓，
适合肌肤松弛的50岁以上女性使用，中文译为斯嘉维婷，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。玻尿酸保湿眼霜，原价54.99元减20元，现价34.99元，一大一小两瓶装，这也是斯嘉维婷品牌，强效保湿滋养眼部护理，双效漩涡状凝胶质地，冷凝胶结合透明质酸，高度保湿眼部区域，减少蓝光和生活压力对娇嫩皮肤的影响，减少皱纹、黑眼圈和浮肿，使眼部肌肤紧致、平滑、有弹性，是50岁以上人士滋养眼部的选择。卷米玛阿姨枫糖浆，原价9.99元减3元，现价6.99元，40升，以新鲜的枫树枝叶为原料，传统工艺加工制作，保留了枫糖的天然风味和营养，色泽鲜亮香甜的口感，富含有机酸，适合中老年人、女性和儿童食用，可以直接冲水饮用，也可拌酸奶、冻酸奶、冰激凌、果冻布丁等甜品，抹在面包松饼上是最经典的吃法。绿橄榄酱加辣椒酱，原价8.99元减2元，现价6.99元，地中海美食的精彩酱料。绿橄榄酱由橄榄油和碎橄榄制成的，有着宜人的绿橄榄芬芳，还有微妙的苦涩香，是开胃食品。辣椒酱由烤红辣椒和墨西哥胡椒制成，这两款酱料适合用于烧烤酱，也可用于意大利面、沙拉调料、披萨馅料、涂抹酱等，别有风味。44街烧烤排骨，原价9.99元减3元，现价6.99元。44街是个熟菜品牌，让人快速享受美味食品。用葡萄糖、菠萝汁、大蒜粉、洋葱粉等调味料腌制，已经熟了，可用烤炉、烤箱、微波炉加热，在烤架上大概10分钟，出现令人垂涎的烧烤痕。摄氏200度烤箱中加热15到20分钟，微波炉氦功能两面分别加热3分钟就可以享用了。网络摄像头，原价89.99元减20元，现价69.99元。即插即用的 USB 网络摄像头，可录制 1080p 视频，用于播客、流媒体和游戏，带有2个内置麦克风，360度旋转，可以在任何角度轻松通话和录音，内置隐私快门，不使用时保护免受黑客攻击。多用途清洁消毒剂，清仓价2.97元，看着这款消毒水的价格从8.99元降到4.97元，前两天看到有人一车一车的买，说送去养老院。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消毒清洁剂，专为医疗机构和一些特殊机构而设计，用于大多数中性清洁剂无法清洁的重度污染表面。其过氧化氢配方可在30秒内杀毒，可以作为地毯清洁剂、窗户清洁剂、地板表面清洁剂使用，不要在玻璃器皿使用，更不要在装食品的器皿使用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下期再见。